老板在忙呢。什么事儿说啊？那个我今天晚上前女友结婚，你看你能不能假扮一下我女朋友陪我去一趟。我上次说要跟你一起去，你不用我，你现在想起我来了。不是，这不是没找着人吗？我啊啊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我这不是没找着像你那么漂亮的吗？老板，去啊！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就帮帮忙呗，行吗？去啊，滚！不是你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行，这样我也不让你白帮，你开个价吧。开价啊？那行，二百啊，二百行，走走走。想什么呢？两万。啊？多少钱？两万。你干脆直接去抢得了你，还两万，你这太……哎呀。老板，两万就两万吧，行吧，走吧。那行，那你先开车下来等着我，我随后就到。哎，好。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。